还是喜欢你白天在书房那样，叫我夫君。小心，前面人太多了，就在这看吧。这么多人，我看不到。啊？这不是看得到吗？娘子，你刚唤我什么？夫君，夫君早去早回。对了，英族首领要来看他女儿，应该会设宴款待，麻烦娘子安排妥当。应该是要接那个公主回去了吧？本将军也不知。哦，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吧。嗯，撤。夫人，哎，那个公主怎么样？一直老是待在客栈吧？她一会儿就来。还好我让将军先回军营了，不然又给她往将军身上凑的机会。她又要来。嗯。哇，喜欢吗？好看看，好看。谢谢公主。好看。你们喜欢这个？就知道你会消停，跑我府上收买人心来了。这个手镯真好，谢谢公主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个。夫人，公主啊，姐姐，我看你什么都不缺，我就没给你买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哎，秋秋姨，赶紧给公主奉茶啊！公主里面请。哎，我听将军说，今日英族首领会来客栈，你去听一听他们父女俩说些什么。我去啊？难不成我去啊？那好吧。啊，我想换一个。哎，公主。不可胡闹，咱们出来有些时日了，你母亲该在家里想你了。可是父王，玛雅还想在府里多待几日。莫不是我女儿有了心仪的对象，所以才不肯跟为父回去？楚家军个个骁勇善战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我的小玛雅喜欢哪一个，就让哪一个做你的金刀驸马。到时候我去跟皇帝说，皇帝啊，必定为我的掌上明珠赐婚。父王说到做到。当然了，哎，那将军就不错呀。我确定，那个公主就是要选将军当金刀驸马。我
我就说他没安好心。可人家是公主，这万一要是皇上指婚，让将军把你给休了，人家可就直接坐上将军夫人的位置了。不会的，我相信将军。你相信将军有什么用啊？皇命难违。你想想你当初嫁来将军府，将军也不见得乐意的，不还是娶了你？那不一样啊。哪儿不一样？那时候没有我呀，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守护爱情的人。热热，你等着看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将军，绝不让他做什么金刀驸马。嗯。真是单纯如奶狗，这魂都快被勾过去了。男人都一个样。哎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消消气。你看人副将修远，看都不看。副将可有喜爱之物？喜爱之物？嗯。那吃的呢？我常年身在军营，怎么会对吃的有讲究啊？能吃便行。那副将可爱吃甜点，例如桂花糕这样的。桂花糕不错。奇怪啊，他们俩什么时候走那么近？夫人辛苦了。夫君，副将修远呢？哦，他今日去城楼巡视。啊，夫君，你看，玛雅公主也算是美人一个吧？那副将修远也尚未婚配，对吧？他们两个可不可以凑成一对？那我们是不是正好可以给他们牵个线、搭个桥啊？万一副将修远真成了金刀驸马？那就是为了边疆安危去和亲，那既是风光无限，也是大功劳一件，你看如何？不可，修远绝不可。啊，为何不可？夫人，本将军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本将军今生只会与你一人携手一生，夫人不要再闹了。我闹？明明是你看不明白事情，只会一味的怪我吧？难道非要等到一道圣旨下来，你成了金刀驸马，你就满意了吗？我神经胆子小，我真的害怕我会失去你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我总觉得会被别人夺走。我赌不起，我也输不起。绝不会如此，夫人，相信我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